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舞台，这是一次释放自我的机遇。这里高手如云，震撼人心的表演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这里群英荟萃，科学梦想的勇气，让平凡的生命绽放光芒。黄金一百秒，百秀舞台，百秒争锋，让平凡的你看到不平凡的自己。你准备好了吗？谁是主说？你呀、啊。我不是年轻吗？岁数小，然后呢，他们两个老师说话挺气人的。不要以为自己长得高、长得帅就了不起。我们夫妻两个都是飞行员，都是机长，比翼双飞呀、啊！我不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39个孩子的妈妈。那你恢复的不错。这一次换成夜无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首先，我们的线上已经有100位黄金观众正在等待，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你们好，你们好。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黄金观众。另外呢，要特别介绍，今晚我们的黄金一百秒呢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评选出黄金一百秒之广场之星。哎，因为据不完全统计啊，过去的7年节目当中呢，无数的选手在我们舞台上取得过成绩的，拿到奖牌的人，很多人都是通过自己在广场的训练而取得这样的成绩。没错，俗话说得好呢，高手在民间。而且我相信全国各地的各个广场啊，其实都是我们很多选手梦开始的地方，所以今天就是他们通过广场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我们黄金大舞台的历练。没错，很多人参加黄金一百秒，希望得到锻炼，证明自己之后想要登上更大更好的舞台。但我可不可以理解，很多朋友在自己家乡的广场上面的训练，其实也是为了登上黄金一百秒的。对，我现在就是这么理解。好，今天他们都来了，我们看看谁是今晚的广场之星、广场达人。来吧，接下来抓紧时间，请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出场。有请。你们好。欢迎789组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辽宁的盘锦789舞队，我叫张亮，今年45岁，是团队的统筹担当。统筹担当。统筹担当。大家好，我叫王源，今年29岁，是我们团队的舞蹈担当。颜值担当。大家好，我叫王玉涛，今年37岁，我是舞队的音乐担当。谢谢。听见了吗，朋友们？37岁就已经开始混迹广场舞了。29岁就开始了。37、29。嗯，我感觉我离那儿也不远了。符合标准了，已经。好，各自有各自的担当，各自有各自的任务，对吧？对。这谁是队长啊？有队长吗？没有。哦，没有那种。就是每个人负责自己分内的事儿。这个789组合这个名字是和你们的年龄结构有关吗？对的。我是70后。
我是80后，我是90后。但是你看七八九在一起，这是不同，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一起呢，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代沟，对不对？啊，对吧？包括选歌，啊，对，这个选歌曲风上面，可年轻人喜欢现在年轻人听的歌，是吧？上了年纪的可能听喜欢偏老一点这种曲风。而且我觉得舞蹈风格来说，男生和女生喜欢的肯定也不一样，对，对吧？啊，所以说你们团队内部会经常有这样的矛盾吗？对，有，就是我不是年轻嘛。岁数小，然后呢，他们两个老欺负，说话挺气人的。对，他们老欺负我，就我喜欢的是那种比较偏时尚风的、潮流范儿的、比较流行的啊。然后他俩就不太赞同，就是想平时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研究舞蹈的时候，总给我 pass， 不要我这个东西。那我是70后啊，我觉得广场舞呢要接地气儿一些，哎。服务于我们的全民健身，舞曲可以动感时尚，融入更多的流行元素，但是动作呢一定要简单大方，方便于我们去做推广。哦，所以刚才那动作都是你选的是吧？是大家智慧的结晶。哎呀，智慧的结晶，好呀。是，您呢？您的观点是什么？和他们两位有什么不同吗？我是比较中立一点。我是比较中立一点。中立一点，没主意吧？也比较整理。看，如果是小妹妹喜欢的话，我们会依附她的来为她录一段视频。但是如果要选择在广场舞那方面的话，在广场疗上符合大众的，这样的话我会要张亮老师一方。明白。啊，对的。还是听大哥的呗。对。所以在这个团队当中啊，一定有这个主心骨，或者说大家都非常服气的一个人啊，他可以做这个，比如专业担当，把他来定标准，大家跟着练就可以了，好吧？所以看刚才这个跳的时候，我觉得跳的还都是非常的齐，而且跳出那种精气神啊。现在已经有更多的男性朋友啊，加入到了我们广场，一起来跳广场舞，全民健身。那会有最开始就是不太接受吗？就是不好意思跟女孩一起跳。像我刚组舞队的时候，只有一个60多岁的大爷跟着跳，但是现在我组队1年多吧，现在一回头后面有20多位男士，20多位，而且由20多岁的，一直到60多岁的都有，年龄段也不同。对的，20多岁的，对，20多位男士加入到广场舞了，而且有20多岁的带着小女朋友，两个人一起。咱们除了这个年龄结构，就是性别上边呢，男女比例。就是我们之前是女性几乎占整个大片广场，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在一起嘛，现在也接近青春化、年龄化一些，岁数年龄一直在压缩往下变年轻了，然后男士就变多了，因为他俩在呀，特别的招风。其实我们这广场舞队就是因为都是基本都是女的为主嘛，对，随着年龄段这个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所以男士加入的就多了，是吧？对，刚刚以前都是阿姨，是吧？是，你看刚刚小姑娘说，因为我们有两位男士，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男生加入当中。但是为什么我反而觉得都是因为你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呢？不是，因为很多男性吧，他们不太好意思，男人都要面儿，有那个脸面，就说我们应该在健身房，不是在广场舞这种啊。然后就很多人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是因为看到他们两个都在前面跳，那一点点逐渐的就会有一些人看到我们这样这样的团队，这样的队伍也是有很有特色的，然后他就也逐渐的加入到我们当中。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所有人来到这广场目的只有一个，锻炼身体。对，是交友是其次。既然说到了锻炼身体，今天咱们也来一个电视这个小普及，好不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看这段的时候也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对，那咱们这个广场舞有没有什么可以带动我们电视机前观众一起运动的？可以呀，针对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啊，这个锻炼的可以的啊，因为大家现在几乎全坐在办公室嘛，活动的比较少，运动的人现在就是，我希望是所有的观众朋友也好，咱们现场的所有朋友也好，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到我们的运动当中，不管你是在家也好，在外面也好，大家都要运动起来，锻炼起来，让大家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年轻的身体。说这么多，咱们怎么运动呢？那你跟着我们一起跳呀。啊，可以吗？就先教几个动作吧，比较简单的啊，这样，1、2、3、4，啊，再来一次，5、6、7，走，1、2、3、4，然后往左走，
5、6、7，拍，往右拍，1、2、3，拍，然后继续往下转，转手，1、2、3、4，打开，5、6、7，八，抬手臂，1、2、3、4、5、6、7、8，然后还可以瘦腿的这种动作，1、2、3，全方位的，对，从肩到腰到腿，这是手，对的，胳膊、腰、腿，瘦腿啊，瘦腿。咱们找点朋友上来一起互动一下，来，那两位男士。来吧，一看就缺乏运动，专挑男生，好吧，人家也是广场达人。哎，这边小朋友可以来试试，小朋友，把咱们这个平均年龄再往下拉一拉，你们俩吧，来，你看，都多大岁数了，还不来锻炼锻炼？来，咱们跟着姐姐一起跳啊。谢谢。哎呀，你别说，这跳两下还出汗了呢。对，非常。你就说这个跳完多明显，这几个动作，瘦大腿，瘦大腿，你看这大腿瘦，大腿瘦，马上就瘦了，是吧？好，谢谢，谢谢，谢谢。其实呢，今天见到三位呢，我还是比较亲切的啊，都是我们辽宁的老乡，对，来自盘锦，对吧？而且今天据说三位来到这个舞台上，不仅是为了你们团队而来，也是为了家乡而来。对，假如说外地的朋友没去过盘锦，盘锦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比如说咱们这有什么摊呢？我们有红海摊，有什么吃的呀？你看，我都给你提供的，给你点播的。哎，然后我们有盘锦的大米和盘锦的河蟹，哎，都是非常著名的啊。现场的朋友去过吗？红海滩去过吗？很美，很美。然后盘锦的那个河蟹，咱不说跟大闸蟹比吧，但是真的是河蟹里面是最肥最香的啊，好的，而且它是在稻田地里面养的，对吧？对，上边养水稻，然后下边就养螃蟹，对吧？还有什么？还有我们7、8、9、5队，对啊，好，对吧？除了刚才说那个两个景点之外，那就到你们的广场去看你们的表演了。对，我们每天会带领200至300人一起去进行全民健身的。对，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请准备，100秒计时开始。
别说啊，我觉得他们跳的广场舞还真的是别具一格，有一点健身操的感觉。尤其是经过大家跳之后，我觉得这广场舞也可以很时尚很潮。没错，但是呢，看了这100秒的表演，我有个感悟，人不服老真不行。你看这个90后80后跳完啥事没有，你看70后出汗了，还是需要再加强点运动好了。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黄金100秒奖品赞助由百年品质西班牙皇室用油贝蒂斯橄榄油独家提供。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我们的挑战继续，马上请出下一组挑战选手闪亮登场，有请。谁是主说？你呀、啊！哎呦！哎呀！你好，你好，这位老师。你们对你们五位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叫刘婉欣，今年5岁了，我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爱跳绳的东北小萌娃。啊！哇，才五岁啊！他说什么东北小萌娃，小魔王啊，什么什么东北小魔王，东北小萌娃，东北小萌娃，姐姐耳朵。但是他5岁，我觉得他真的好成熟哦。我女儿5岁半，我觉得她都够成熟了，但是真的，我感觉她跟你的表达这个差2岁。来来，宝贝儿，下一个。大家好，我叫陈一思，今年10岁了，来自吉林长春。哇哦。大家好，我叫辛雨桐，我是从东北那嘎达来的。你今年几岁了？我今年10岁了。欢迎你。下一位呢？大家好，我叫姚一涵，今年9岁了，来自吉林长春。大家好，我叫韩雨虹，今年9岁了，来自吉林长春。欢迎你们。好，你们的团队是，来，来，发言人，请您拿话筒。这个团队有特点啊，你看同学们年龄还都不一边大，有大有小。哎，对，确实觉得这边这4位好像都是9岁、10岁，啊，这还有5岁的。对，就他，为什么你和姐姐们年龄相差这么大，你还加入到了大家的团队当中呀？我喜欢跳绳。哦，喜欢跳绳。那你们也不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你们怎么认识的呀？怎么组织到一起的呀？跳。一起跳绳的时候，就慢慢就成为好朋友了。哦，哎呀，你都和10岁的成为好朋友了，就是在一个广场上认识的呗，对不对？嗯。哇，但是5岁、10岁、9岁跳的真的不错啊。是。说这39岁的没跳成这样。你们的老师一定很厉害，你们的教练很厉害。教练来了吗？来了吗？教练叫什么名字？来，拿话筒，大声的目视前方，喊出来。孙雪松。掌声有请孙雪松。有请。二位主持人好。你好，教练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孙雪松，今年我53岁，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嚯，看不出来啊！我在公园广场教小孩跳绳已经10年了。如果不特别介绍的话，就今天这个孙师傅这个造型，这我们以为应该是职业运动员。对，体育老师。这身材其实挺像那个网球运动员的。是出租车比较累嘛，就是累瘦的是吗？不是啊，就是比较活动，愿意活动到公园。就可能常年您自己就跳绳儿，对吧？对对对。就因为开出租很辛苦，辛苦，长时间的驾驶，一般这个腰也不好，对吧？啊，就是跟朋友啊，就跟朋友啊一起到公园去跳绳，去运动。就是在偶尔的时间，一发现有个小朋友就来找我，就来跳绳。当时我就说好啊，让他一起玩。就专注带他，一开始就一位小朋友，我就专属着带他跳。带他跳完之后，就来了，一天来2、3、4、5个，就时间一长了，有很多小朋友，有的就是在边上看着那，偷偷的看，偷偷的学。完我这样，那咱大家一起互动嘛，就一起教，就是这样给我带动的。宝贝儿，你看谁说话都这眼神。什么样的眼神？你知道主持人他为啥这么瞅你吗？因为他这么小，跟你同台，
觉得你好看。不不不不，他不高兴是吗？跟我不是跟你同台演过一次节目啊？他跟我演过节目？对对，今年的初三是喜剧那个喜剧之夜是吗？对呀，他扮演八仙过海的铁拐李跳绳。对，要不他一直在瞅你吗？那个时候他还不到五岁是吗？四岁半。你真是小天才。对对对对，厉害厉害。这是我们队员里头最小的。最小的。对，他是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就很多动作。啊，那我们公园里的年龄一般都是六七岁以上的。啊，他们这么大，他们也是四五岁学的。啊，就是逐渐长大了。就是我教那第一个那孩子现在已经上中学了。啊，现在就是，已经人发展挺多了。每天来的小朋友找我呀，都是上百人。上百人。对对对，就来集中广场上跳绳，啊，就是一天晚上最少得来一二百个小朋友，家长啊或者奶奶爷爷啊都领着来，就是运动。这项运动嘛是特别好的一项运动，对小孩啊就身体健康啊就是都非常好，是这样。现在今年是最小的孩子，今年又收了一个三岁半。三岁半都能跳绳。对对对啊，厉害。所以说孙师傅这个职业的跨度挺大啊。是，干了那么多年的职业的出租司机，现在改行做了一名老师，跳绳教练。然后每天晚上他那一二百人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个幼儿园。是，每天陪着孩子们一起。其实我觉得玩也好，锻炼身体也好，或者是学技术也好，我觉得在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变得很快乐，对吧？那是一种特别快乐的事儿，对。嗯，您有自己家有小孙子了吗？没有。因为年纪还孩子还没结婚呢。对，还没结婚。所以提前拿他们先练练。对对对。我一天是见着他们在广场是最快乐的一件事儿。因为刚才孙师傅也说了一个重点的信息啊，最开始他的学生只有一个小朋友，对不对？一对一的教学，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亲子和陪伴的训练。对，所以这段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认真来看，好不好？好。那咱们要不要现场来展示一下？展示。我先跟。如果家里边有一个小朋友，假如我和我女儿在家里边，可以怎么跳？可以拿绳带着她跳，因为她毕竟她小，她不会去摇绳啊。你就可以像我这样。那就是你了，对，宝贝儿，来，咱俩能跳。因为我家里边的那个妹妹吧，跟你差不多，差不多。我学，那老师可以再带另外一个，我照着你那个学。哎，这个对绳的长短会有一定的要求，有影响，有要求。但是在家选择的时候，如果大人要带着家里的孩子跳，选多长的绳比较合适？你就是把这绳掐住，到你刚初学者到你的心口窝、胸口这儿是正正好好的，对对。所以这绳对您来说，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偏短了。对，这肯定是偏短。老师，这个是有点短了，刚到肚脐。对对对，那你就轮着胳膊先摇一下啊，好，好不好？好。来，先首先是这样啊，就宝贝儿一起一半，开始，一二三。对，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你看这个脚，五六七八，收绳。你这个对这个绳，这姐姐这个你会吗？人家肯定会。转身什么的你会吗？那咱俩也来一下。来，我给你拿一下麦克，好吗？好。你们这组能不能跳的成功，全靠帆哥摇绳摇的好不好？你可以大臂轮啊。这教练演的还不错啊。还行还行。怎么了？来。他很无奈的说：“你不够速度。”你不够速度。摇快点，别抬腿。你不用跳那么高。小哥去。来，高大才对，配合点儿，开始，开始，对吧？对吧？开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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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对，转身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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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好。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咱起步的时候是从那儿，结束的时候，帆哥生生的被挤到了这边？我回去让孩子他妈陪他练，我去体验一下。好，
好，谢谢。不容易吧？累吧？啊，挺累是吧？不累呀、啊，不累吗？一点都不累，很轻松。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就孙教练，您本身对吧，不是学体育出身，那您平时在教孩子的时候，您的教学方法会有人质疑吗？开始不是人少吗？啊，一个孩子、两个孩子来，后边人多了，我们就开始也是找我。体育老师，我们也是专业学，我是边学边教，完了到找的专业人士再教我，完了再是大孩子教小孩子，就有时候爹妈在一起得送来孩子，哎，父亲带女儿，母亲带儿子，也就那么互相教，会的教不会的，就这样啊。听明白了吗？重点明白了。小的交学费给大的，大的拿这个学费呢，再找更大的学费，所以学了一圈之后呢，就只花了一份学费。这个好，在一个闭环。是，哎，就平时孩子们跟着您学跳绳需要交学费吗？不交学费，我全是义务教学的。哦，全是凭着兴趣。对对，凭兴趣。义务的呀。对，我是。明天呢，我能学吗？不花钱。也想加入到其中。但是中间过程当中，孙师傅享受这个乐趣。对，这是花钱是买不来的。这个乐趣是真的花钱买到。而且说实话啊，人的健康花钱也是买不到的。对对对。好，再次感谢孙师傅，也谢谢我们各位小同学，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虽然刚才我们展示的比较消耗体力，但是接下来还得再坚持一百秒，好不好？好。请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请准备，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快乐的节奏之下，你看这个五个小朋友在舞台上真像五只快乐的小鸟一样，对，特别可爱，特别的有活力。老师教练在背后衬托你们，他也像一只快乐的大鹅。希望你们继续加油，跟教练好好学，好不好？锻炼身体，长高高。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教练。本节目奖品赞助由百年品质西班牙皇室用油贝蒂斯橄榄油独家提供。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马上请出下一组挑战选手闪亮登场，有请。
们好，欢迎你们。首先请阿姨自我介绍一下。 好吧，我是西郊机场社区舞蹈队队长，我叫石明月，今年69岁。哇，不像啊。队长好。我那个入伍吧32年，我们这个队伍吧退休以后我们都移交到北京市海淀区闵行路军修所，我们都是闵行路军修所的军修干部。啊，欢迎石队长好。下一位，今天这位，这是应该叫阿姨还是叫姐姐啊？队长阿姨。啊，那您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金丽，今年64岁，军龄35年，从事医学科研工作，部队退休。欢迎您，阿姨。我感觉阿姨每一个人在往前一步都是在比身段呢，看谁更漂亮，是吗？大家好，我叫谢瑞华，是第4批女飞行员机长。我今年69岁，军龄38年，现在从部队退休了。欢迎您，欢迎。大家好，我叫张杰，今年66岁，我是一名军嫂，也是转业干部。欢迎四月阿姨啊。过去工作在一起，现在等于说生活啊，平时跳舞也是在一起，对吗？对，我们都是在一个大院啊，住在一起。那每天你们那个广场就在你们的楼下吗？是这样的啊，就在你们的球场上。在我们球场。那每天几点到几点是属于你们的表演时间呢？一般的晚上的广场舞就是7点半到9点。啊，这个广场舞队最开始是谁组织的？是队长您吗？是的，2006年，当时我们都退休有一段时间了，后来呢，大家也没什么事儿做哈，于是呢，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吧，就很方便，就前后楼这样住着一个院儿，而且我们工作的时候在一起，现在退休了还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组织起来开始跳。是一步一步的吧，就走到咱们今天这个黄金大舞台。对，原来我们是在社区，然后是在部队，然后是在海淀区，然后是在北京市，然后我们在鸟巢，然后在我们今天黄金100秒，然后我们就一路走来，广场舞伴随着我们也是一路的成长。虽然退休了，我觉得我们生活非常的丰富。这叫退伍不退色，对吧？要为阿姨们鼓掌，对吧？刚才我印象还比较深，我们还有一位机长，对吧？机长啊，阿姨，这您当时这个机龄有多少年？开飞机？我飞行30年。哦，有算过那个总的航程的这个公里数吗？什么飞行时间呢？不都有这样的概念吗？飞行时间我飞了6200多小时。您执行任务呢是国内的航线？我们因为是部队嘛，执行的都是国内的航线。中国的女机长，您是第4批飞行员，对吧？对。而且导演怎么跟我说，好像您家里边不是一个飞行员？对，我们夫妻两个都是飞行员，都是机长。比翼双飞啊。对，真正的比翼双飞。真的是，我们说这个比翼双飞好像听起来挺浪漫啊，但据说好像有规定，夫妻俩是不能搭班，同时一起执行任务，是吧？开一架飞机。对，最多就是在天上碰见了吧，打个招呼，哎，你来了，是吗？那是超短波里头可以，但是还不能在这个工作的频道里头。对，女机长我们都特别的好奇，因为觉得女生驾飞机是一件特别帅、特别飒的事情，更何况是女机长，就觉得更加的不容易。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驾的是哪样的飞机啊？我开的是安24飞机，就是苏式的飞机，是客机。现在这样的机型应该已经退役了，对吧？2006年的时候，这个机种已经就退役了。现在的飞机就比较先进，都是2人制的飞机。我们那个时候还是5人制的飞机，左右座是机长，2个机长，然后中间是机械师，左边是领航员，右边是空中通讯员。现在领航员和空中通讯员这个就都没有了，这个机种就没有了。对对对，现在飞机先进了嘛，就是2个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所以你看，
这个如果我们对这个过去的航空的历史不太了解的话，其实我也推荐朋友啊，北京这个北六环有一个叫航空博物馆，我曾经去过，好多好多的飞机。对，在沙河机场旁边。对，阿姨当时驾的那个飞机应该在那儿都还有。有。都还有这个展出啊、哦，去了解了解。但是过去您讲了，虽然说是人数比较多，但是它就是很多都是人为来操作，没有那么智能化，所以应该在面对这个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更考验的是一个飞行员的技术，对，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没错。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遇到的突发事件？有过。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86年的时候，执行鞍山回北京的飞行任务。空中拉的都是外宾，在进入北京机场上空的时候，突然天气变坏，雷雨覆盖了整个的机场，空中雷雨很多，只能是钻云缝飞行。这个画面有点像我们看的那个电影叫《中国机长》，对吧？当时我就记得那个很紧张的这个桥段，就是在这个云缝当中找这个飞行的空间，他能够找到安全的视野。对，我们最后是安全降落在天津机场。其实能够感觉啊，在工作当中四位阿姨都是豪爽，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好像讲自己，然后都有点腼腆。但是你看这个开场跳舞的时候，阿姨们还是很热情奔放的啊。阿姨们以前有专门学过跳舞吗？谁是专业的？我15岁参军，我在总政文工团啊，从身材上就能看出来，您文艺兵是吗？对，我从事舞蹈10几年吧，完了以后就是转业改行到地方工作，所以直到退了休的时候，在家里的楼下又找到了新的舞台。现在我在咱们舞蹈队算是一个舞蹈老师吧。哦，那就不对了，那阿姨这不公平啊！你看您是专业出身的，怎么在你们团里边您还都不是团长队长？我是辅助队长工作，我主要是给大家编舞啊，做一些指导，技术指导，对吧？对，好，我看今天台下还有其他四位阿姨啊，咱们一起登台吧。那接下来准备开始挑战了，好不好？好。各位阿姨准备好了吗？好。请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热血沸腾，很激动。因为刚才阿姨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看平均年龄60多岁到70岁，但是呢，在舞台上展现的时候、表演的时候，你们就像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一样，活力四射。你看，短短100秒的时间，为我们融合了这么多少数民族的舞蹈在里面，我们看的也是特别的过瘾。最主要的是，为我们展示了退伍女兵的风采，对吧？所以再次感谢各位阿姨，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我们的挑战继续。马上请出下一位挑战者文康。哇，感觉像机长要登机了。对对对，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文康，来自于四川绵阳。这是一个小音响，对，小音响，对对，我是我的一个在广场唱歌的一个装备，对，装备，对对对，伙伴也好。然后其实这个文康一上来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文化多元的广场上的另一个特色，除了有跳舞的，除了有健身的，还有就是歌声，我们的歌手，广场歌手啊。你一般是唱什么风格的歌曲呢？什么年代我都能唱。哦，这口气可真不小哈。我就这样吧，先请咱们的阿姨们来点一首，看看他们爱听的歌文康能不能唱。阿姨您爱听什么歌？想听文康唱一首《映山红》。好的，没问题。《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就下一句不一定会了啊。小虎队的爱。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幸运草，穿一个剧院，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好，他之所以能够在广场上立足，还是属于有自己的小特点。我们的女主持人陈超也是我们目前央视新生代主持人当中唱歌最好的一位，如果你能和他搭档，我就请你登上黄金舞台，好不好？好，那这得我们现场观众认可啊，我们现场的选手认可。我想想啊，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断肠也无怨，与心碎一分流泪，满缠绵竟有眼泪。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段花言。终于知道他的风格了。其实呢，这个文康啊，他的歌路其实还不是太宽，但是他就是善精通一类歌曲，就是男女生的这样的转换，尤其是对这个男生反串演唱啊，这是他的特点。因为看我们央视都知道，过去这个有一个歌手从我们的舞台上走出去，李玉刚啊，他在这方面取得成绩之后，其实全国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以他为榜样，向他在学习。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我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因为当时家里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在那个时间我喜欢了广场，到广场去听歌，然后自己在一起去唱歌，突然之间呢发现了自己有这样的感觉。以前可能就是唱男生的歌，好像也就默默无闻，很普通啊。 对吧，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在唱女生歌曲的时候，你的假音还是相较其他男生比较有魅力的，声音很亮。对对对，有系统的学过吗？没有学过，就是自己去琢磨。嗯哼，那你平时在广场上唱歌的时候也是会演唱女生的歌曲吗？会的会的，起初会的，所以呢我也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对，有不同年龄段的，有小至5、6岁到70、80的都有。
听说今天我们黄金舞台现场也来了一位你的头号粉丝，对吗？对对对，能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粉丝也是从我的粉丝到我的亲人，因为现在是我的干妈，所以我特别感谢干妈陪着我，从广场给了我更多的爱，让我走到了黄金一百秒的舞台。谢谢干妈，谢谢。今天文康的干妈也来到了现场，咱们掌声有请。也请。有请阿姨。阿姨好。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和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今年67。您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叫刘元珍。刚才这个文康讲，最开始您是他的歌友，是他的粉丝，后来就变成他的干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在广场唱歌嘛，哥，我们也喜欢他，听他的歌。听他的歌。经常呢，都在那儿听他唱歌，听时间长了，都在那儿跟他在一起。都把他的那些故事晓得吗？他们家阿姨有的话你可以帮翻译一下。对，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家庭比较贫寒，我妈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当干妈知道我的家境的情况，所以呢她愿意帮助我。你们认识多少年了？快十年了。快十年了。哎，就是通过听他的歌认识他的。就是。对对对。对老弟比较孝顺。很孝顺。他还经常会去给他妈妈，还要洗头，还要帮他妈妈、帮他爸爸洗衣服那些，做家务啊，买菜回去，他还要，他还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帮了两个，现在，还有学生是吗？帮助了两个学生。对对对，西昌大洋山的孩子。所以你看到这个文康这小伙子，虽然他的家庭条件不好，但是他。人很善良，特别孝顺，所以您也愿意帮助他。那你打算将来怎么回报你的这位干妈呢？我会用时间陪着他，孝顺干妈，去照顾他。好，有这句话啊，我们现场所有朋友给你作证啊，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也作证。对，好吧，谢谢。好好的用你的实际行动，包括今天一百秒你取得的成绩，来证明你自己，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加油。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烛火照一灯笑容，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马上请出下一组挑战选手辣妈舞团，有请。一样
也看不出来呀、啊，都是辣妈。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新叶，今年29周岁，我的宝宝已经有4周岁了。哦，还真是宝宝的妈妈。下一句话。好，你懂我，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嫉妒？眼神我就对，很羡慕。啊，好，来下一位。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柳，我是一个重庆人，然后嫁到了河北秦皇岛，我现在是一名教师。我现在宝宝有4周岁了，她是一名漂亮聪明的小公主。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颖啊，来自，秦皇岛，然后我今年25周岁，我的宝宝2周了。啊，25岁，你看孩子都两岁了，孩子。你的宝宝2周了？2周岁了。哦，对，我还以为2周大，我说那还没出月，我这就能跳舞，那也太厉害。那你还说孩子2周了，妹妹你恢复的不错呀，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对，这一看这是几周了？这是，我是这里边年龄最大的，然后我现在是32岁，然后第一个宝宝是现在是6周，然后这个是老二。六个月，嗯，你胆儿可够大。习惯了，因为经常跳舞，然后就没有。感觉身体还可以。不是，那你在前面跳的时候，他在里边也跟着跳吗？他会动吗？就是刚才在台下的时候，他一直在动。啊、哦，嗯，哎，但是因为这个我们播出啊，会有一个这个示范的效应。嗯，这个咱们还必须得很严谨的对待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有电视观众。这个真的怀了6个月，这个妈妈是可以这么跳舞的吗？可以。但这舞蹈还挺激烈的，这样的。在我的理解当中啊，如果平时就是你怀宝宝之前就有一个长期的锻炼习惯，并且有着很强的身体素质的话，对，你在孕期应该是有利于有着一定的体育运动是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以前从来都不出来进行体育锻炼，一说怀上宝宝突然要开始锻炼，那可能体力就跟不上。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你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现在练习瑜伽嘛，我的瑜伽教练他当时应该是生产前1个月都还在教课，对，是，但是得是专业的，就是体育运动员或者说是专业的从业者来说，他相对来说体力。就是以前我们的身体适应什么样的节奏，就是你怀孕的时候保持或者稍稍减少就可以了，是吧？如果在怀孕期间就尽量不要做之前从来没尝试过的，对，比较剧烈的运动，太大的那种运动量就可以。嗯，那。对不起啊，有个下意识。嗯，你这也不像是妈妈呀。嗯，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好。Hello， 大家好，我叫杨美玉，今年24周岁，来自河北秦皇岛，然后我是一位特殊的妈妈。特殊的妈妈。怎么个特殊？我不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39个孩子的妈妈。哦，那你恢复的不错、啊。那你应该是幼儿园阿姨吗？哦，我不是，我是一名特岗老师，在农村支教。哦。啊，支教的老师。支教的老师。啊，向您致敬。嗯，今年的年纪？我今年是24周。24岁，哦，很年轻。在哪里支教呢？在，青龙满族自治县大乌兰村。青龙。河北秦皇岛的。嗯。你是哪里人？哦，我也是秦皇岛的。啊。还算离家不是很远，不是很远，还可以。做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目前有1年了。1年时间，我相信这个，特别是对我身边的这位老师来讲啊，这个平时会舞蹈之后，必然会有很多可以通过舞蹈的方式和同学们来交流。对，未来还会在这个学校会继续，舍不得这些孩子们。对。向您致敬啊！是啊，这么说还真都是辣妈组合。对，那咱们辣妈妈是怎么互相认识，怎么走到一起，而且成团的呢？当时我们有一个小型的健身房，然后里边会有一些爵士舞啊、街舞啊，然后后来就是也是总在一起跳舞。久而久之就熟悉了，因为舞蹈而结，对吧？也是有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对，大家都是很喜欢舞蹈，走到一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面向前方，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上到下就哪怕小的心情一样美到爆炸，带上有钱杰斯踩在脚下，嫉妒的也只能在网上叫骂，新一代女王出现，快点都给我让开，我从来不带眼看他们设下的障碍，一换来换去怎么办，一选择头疼，这里好心情这才是幽默。Be myself, be myself, get up, be mysel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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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et up, be mysel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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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et up, be mysel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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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点小遗憾啊。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掌声请出下一位挑战者韩星彤，有请。我叫韩欣彤，我来自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镇王秦庄村。欢迎您韩大姐啊。我今年49岁，忘说了。没事啊，今年49岁。其实我从40岁的时候我就在广场看到很多人在那里跳广场舞哈，我就特别的羡慕，然后我也想去跳，不敢。不好意思去，就感觉那个，哎呀，太年轻了。然后直到2017年的时候，当时就是说我没去那儿跳，我在家里跳。在看完他们，我就在家里学，偷学那跳。对对对。然后我老公比较喜欢唱歌，他唱我跳，我们俩就在家里跳，在公司跳。直到2017年的时候，4月份，被通知录节目。我给我老公伴舞，然后当我马上就到录节目的时候，发现我生病了，我得了癌症。但是当时我就选择先录节目再去做手术，然后录完节目转天去做了手术，而且非常成功。做完手术之后恢复得不错，我就大胆地走向了广场，然后结识了很多的姐妹们，我现在跳舞多长时间了？我现在就是在广场上跳，实际才3年多。就是从你生病之后，三年的时间。所以，说到这儿，这一上来，其实韩大姐有一个开场的秀，有一个表演。其实我留意了一下台下我们其他的选手，因为很多人也是在跳广场舞。其实从他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应该韩大姐还是一个初学者，就是跳的没有那么的专业。但是重点我们听到这儿明白了，这个广场这个跳舞对于韩大姐来讲可能和其他人意义不一样。她是通过广场就是获得新生或者身体获得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是的，是。所以无论跳的其实怎么样，但是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身体这样。对对对，而且身心都特别愉快，特别愉悦，特别愉悦，而且那个特别有就有自信了。你看韩大姐一说一跳舞就特别开心，所以如果不说的话猜不出来是病人。是，尤其是你看她最开始起舞的那段，咱先不论动作专不专业复不复杂，就韩大姐这眼睛都笑得，本来挺大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特别的快乐，是不是？是的。所以你知道病人最害怕的是什么？特别是得过癌症的朋友。对，其实身体虚弱啊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有时候它会给你的精神上面造成很大的负担。对，你越想这个病，你压力越大。对对对，压力越大你越不容易康复。对，没错。相反，您在广场跳舞的时候，你忘了过去所有那些不愉快的事，你享受跳舞的过程，特别享受。而且我今天能来到这个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上，我要感谢我的老公。实际我们今天这个应该是他唱歌我们跳舞，给他伴舞。然后因为他的嗓子坏了，刚刚做完手术几个月还没恢复好，所以就不能跟我们一起来演。所以这不是原来的计划，
和您的爱人一起来表演。对对对对对，给我们当领队，帮我们整理。所以他还是陪伴着大家，陪伴着大家，在幕后支持着你们，而且也是他给我报名的。但这一次是姐妹陪你一起来。对对对，我们姐妹们，实际我们姐妹们十几年前他们都是在广场上跳舞，他们跳得也比较不错了，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舞蹈队，叫孟飞扬舞蹈队。这个团队的成员好像还很多，我们实际有30来人。但是今天咱们的舞台也有限，那么只好来了8个人。但是你看那30多人，最后只能选8个来。对，这你说，这就容易产生矛盾。对对对对，姐妹们谁关系近，谁是你内心当中的这个，对，前八名对吧？这个怎么选呢？所以让谁来不让谁来呢？所以我们就，怎么选？择优吧。择优，你看这话说是抓阄还是择优？我没择优，择优，择优，那更容易得罪人了。怎么择优呢？因为我们这舞蹈队虽然人挺多的，但是我们就是，他每一支舞都有一些跳专属的，比如说我我跳这支舞好，他跳那支舞比较不错，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根据今天100秒这个挑战的你们设计的内容，选择了相应的那套阵容班底，对吧？对。没错，然后但是呢，我现在我站在这个黄金舞台上，我跟我的姐妹们承诺，我们还会来到这个舞台上的。然后我们，今天虽然来了8个人，但是我们这个8个人代表我们孟飞扬舞蹈队所有姐妹们的梦想，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梦想。好，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把今天另外几位队员请上台来，好不好？好。好，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要展示的是善舞春秋，各位阿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面向前方，请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前呀向前，天桥回荡窗开眼，千呼万唤始出来，又把琵琶半遮面。吹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不现实。青龙满面莫浮挑，只为你穿空流遥。这里是黄金100秒，我们的挑战继续。马上请出下一位挑战者张晨鑫，有请。因为这个地板有点不太好，运气。不要找客观理由，我这地板是这地板就再好，弹力再好，你这啪啪的拍这2下。就想拍上黄金舞台啊！不要以为自己长得高、长得帅就了不起。你先这样，你先自我介绍。好好，我叫张晨鑫，我来自福建厦门，我今年25岁，我是一名篮球运动员。这是黄金舞台，
是，这是综艺频道，不是体育频道，好不好？你就这拍拍拍两下，是，对，你拍得过这儿，你也拍不上那个一百秒的舞台。主要咱们今天不讲到广场吗？啊哈，对呀。那像我们正儿八经的这个正规篮球运动员哈，也不在广场，为什么会在广场上的？一般都是在室内的这个篮球馆，但是其实还有一种街头方式叫街头篮球，哎，通常是在这个室外的篮球场。对，那我也想说把这项运动能够带到广场。其实我们篮球场经常有很多像热爱舞蹈的阿姨们会去上面跳舞，我也想代表我们运动员去广场跟阿姨交流一下。我听明白了他啥意思，他可能是不是你们经常的训练场地室外的运动场会有阿姨上去跳广场舞，所以你今天是想把曾经失去的战地给夺回来？我没这么说。其实呢，经常在这个广场上面看到有爱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有一些踢毽子，然后包括跳绳，他们都是在广场上。那我就觉得，哎，篮球，因为也可以推广到广场上。对，因为篮球运球啊，一些动作其实蛮帅的。但是不行不行，不适合广场，因为广场上没有框啊。打篮球不一定是要有框投篮才叫打篮球，它也可以运球，也可以做一些很花哨的动作。对，拍球有什么花式的吗？比如说可以。花式啊，其实有很多种啊。要不阿姨，就你这拍球人，阿姨也不爱学，你知道吗？对啊，拍球有很多，比如说绕空，这个我小时候都会拍。那个比较帅。哦，就是运球，哦，误伤到了观众。看都没问题。还有什么？能吸引我们的好不好？吸引的就是转球。哎，转球可以，转球可以。你得教教我，可以试一下，教教我们有什么诀窍。帆哥肯定没问题。这东北二人转里面不就有转手绢儿？今天是相通的吧？是三手绢是平的，这是圆的，对不对？而且这比手绢要重。对，我们转球的时候就是我给你一个机会，好，拉近和阿姨之间的距离。你转起来，你交到阿姨的手上。看他能不能接过来，好不好？好的。如果阿姨能够接住你这个转的球，就等于答应你加入到广场的队伍当中来，好不好？可以。那个阿姨就是顶住的时候，就是稍微手食指用点力，对对，然后放松一点，主要是指尖啊，指尖用力。指尖是不是还要避开指甲呀？啊，对，主要是食指。哎，接住了，接住了。再接住了吗？再来一下，得转起来，对吧？有什么方法没有？这，哎呦，接了好几个阿姨，你还真的挺会给自己找台阶下。我警告你，利用我们阿姨这个广场远一点。基本上的阿姨都答应了，所以，话说回来，真的，这个篮球这项运动啊，其实和广场这个结合，其实有点难，光靠篮球。运球什么技巧，转球想登上我们的黄金舞台，我们这期主题不行。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有看到一些阿姨的表演嘛，那有各种各样的音乐，那我本身也是很喜欢音乐，那我觉得更好的音乐才能让阿姨们的舞蹈更燃更热血，对不对？我自己有除了打篮球之外呢，有兴趣爱好就是写歌曲，原创歌曲。对，那我的一首歌曲叫《篮球荣耀》，它就是有幸的在我们国内的这个 CBA 啊，职业的篮球联赛，还有一些像国际沙排的这种国际舞台上面在循环的播放。对，然后我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这首歌曲，就是让现在更多年轻人热爱这项运动，传递更多正能量。然后平常我自己在要去比赛的路上，我可能兴奋不起来，对，我可能兴奋不起来，因为比赛的兴奋程度其实很重要。对，那我就想说，哎，如果这时候有一首关于篮球的歌曲，又是那种比较动态的、有正能量的、热血的歌曲，那是不是对我的状态来讲会更好？所以这就是我写这首歌的初衷。所以我希望把音乐跟篮球都带到广场，以后阿姨们也可以尝试着用一下我的歌来做。目的不单纯。我觉得我这首歌因为这个节奏感比较强，是阿姨的这个活动范围会更大一点。好好好，这样也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好，如果这首歌真的好听，阿姨们可以考虑一下，你们以后也换换新歌，也不一定都是那个萨日朗，是吧？对不对？但是我们只给他100秒的时间来证明自己，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请接球。请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Yes。我早已站上顶端，俯视手中掌握的一切，可我依旧保持态度，从不对我的职业疲倦难道质疑我的价值。人生没有下次，也从来不败架，但是黑暗变得放肆，又是射进一个三分，结束这场战争，怒火还在上去， Rap Star 即将诞生。 Yeah I'm a star， 不要听你废话，向着梦想方向前进，从来都不会怕。疯狂的敌人，你嘲笑我吧，我知道你太嫉妒，不会作罢，原谅我的实力就像开挂，我的球技就像是梵高的画。 Yeah no ready no me， 一天这场竞技，别的赌了机，哥们永远不会放弃。I just wanna go, I just wanna go， 带着炽热火焰一起向上战斗。Nate the summer boo， 跟我举起篮球。Yeah, I'm ready。3, 2, 1，已经爆扣，给白出卖光，已经爆扣。I feel it bad now， 已经爆扣，绝对没问题，已经爆扣，把你们全部都打倒，已经爆扣，都为我尖叫，已经爆扣，从不会骄傲，已经爆扣。I'm coming now， 已经爆扣，把你们全部都打倒。Yeah， 谢谢。挑战成功。很有才啊，对，很好听的一首歌。哎，你刚刚在台上表演，有注意到台上的阿姨已经开始跟随着你的节拍在舞动了？对，我有看到。试一下，阿姨试一下这节奏能不能驾驭得了？对，有，我看到有往左，有往上，有。我觉得以后可以这个啊，队长啊，可以。可以考虑一下。对对对，考虑一下，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好，也谢谢你，希望你加油，好吧？此刻。我们要连线一位正在广场上等待的选手，你好，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B 站的 UP 主弹吉他的静文松山，我叫李彤静文，来自山东淄博，是一名吉他老师。啊，你好，你好，你们那儿广场的景色真不错呀。是啊，跟公园一样、啊。这就是我们这边的公园。啊，这是你平时演出的地方。对，我们有时间就会来这边演出。能介绍一下你和你身后的朋友吗？这边的是我们的吉他老师陈聪老师。嗯。这边是我们的鼓手老师，潘金博老师。你这个琵琶怎么看起来比《西游记》那个要大一点呢？这个是一个五弦的琵琶。对对对，五弦、啊、一般咱们见的琵琶一般都是四弦的。那他这个肯定比较贵，多了一根弦。嗯，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女儿情》。哇哦，我们很喜欢听啊、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大家一起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3、2、1，是金子总会发光。挑战开始。我们注意看右边这位大哥，他经常找哪里是骨，哪里是肚子。肚子了。
谢谢大家，祝贺你们。今晚精彩的挑战到此就全部告一段落了，在这里呢，首先要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登台挑战的各位选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当然，也希望今天所有登台挑战的选手也能够激发起电视机前的朋友你的斗志。如果你有才艺，如果你想证明自己，请你来我们黄金一百秒的舞台进行挑战，我们真诚的欢迎你的到来。节目的最后，咱们全场一起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吗？来，三二一，是金子，总会发光。下周再见，拜拜。大岁数了还不来锻炼锻炼？哦，真是哎，英子不容易吧？累吧？啊，越累越好。不累呀、啊？累了吗？一点都不累，很轻松。人家又高又壮，但是说话很温柔。你骂谁呢？你真的？宝贝儿，你看谁说话都这眼神是吧？